林夕，15岁家道中落，被上海滩大佬赵涵收为义子。您知道我们从来不找麻烦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挨欺负啊。昨天的这个时候，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现在该还回来。要是拿了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两个一起吃。你到底偷了多大的篓子？这保险柜里面除了提单，到底还有什么？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目前这个名单，在谁手上都会招来祸端。落在日本人手里，那不是害人吗？这件事情越来越超出我的控制范围，我不想让他参与进来，也不能牵扯我的其他事。念在我们的旧交情，我给你提个醒，这件事背后的人是你我惹不起。牺牲不是我们最没办法的办法，我们有的选择。你应该知道枪口没指向谁。这场仗能不能打赢，没有人知道，已经有太多人牺牲了。最近你动作不小啊，这跟我们之前说好的可不一样啊。